为着要加强各项空气作规，现在来到台南桂林的早市甲黄昏市场，也需要配合进行实验者动作。经习惯者出入口，民众干那会当对指定的地方来出入。希望大家伫咧购买民生物资的同时，也会当注意着空气管控。因应防疫的关系，现在到各个所在拢需要进行实验者的动作。你现在来到台南桂林的早市，还佮黄昏市场，麦当发现嘛拢需要开始配合，才当进入到市场来。无论是早市，或是说黄昏市场，那目前我们都有推实验制，那甚至有整个一个规定一定要戴口罩，那管控进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那公所也协助市场处，我们也提供同仁啊到我们的黄昏市场跟早市哈来协助啊整个防疫措施，协助管制人流的相关的部分啊，甚至也做戴口罩的稽查。除了讲十连制以外，上界基本的戴嘴罩，还有消毒量体温嘛，拢需要。今次限定民众干来干对指定的出入口来进出，成功达到管控人流的效果。请乡亲能够务必配合啊、我们政府所推出的相关防疫措施跟政策。那当然，我们乡亲也在这里，区长也呼吁大家一定要自己做好啊、管控分流。人口分散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啊，避免人口聚集。只要所有的乡亲我们有到市场，那如果看到人比较聚集的时候，咱就先迈入去啦吼，咱尽量避免人潮的聚集。那这样的话可以保护大家的安全，那当然也可以减轻我们工作人员的负担。透过多项的把关，希望会当让民众伫咧疫情紧张的时阵，嘛是会当到市场来购买民生物资，同时嘛是维持摊贩的经济，让疫情对着大家生活所带来影响降到上少。记者郭佳敏，桂林区采访报道。